你为什么打我？我这怎么能叫打你呢？这叫试你。久闻镜湖剑派的轻功与众不同，我本想领教一下你的高招的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这仰天蛤蟆式还真是别具一格呀。走吧走吧，我们这些粗略的技法哪能入张公子的法眼，可别耽误张公子用膳了。嗨，对不住。哇，你走路不看路啊？香姐姐，看到我有没有很开心啊？哟，现在可以让我摸你头了。呀，你别哭呀，金豆侠。哎呀，怎么还掉金豆啊？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因为师父不要我了。师父？就是周叔。周旭呀、啊、好了好了好了、嗯、其实他还没有收我为徒，是温叔叫我说周叔他气场软，缠着他多叫他几声师父就好了。哦，那他是不是还说烈女怕缠狼啊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真的是不教人家好东西。嗯，